这猴升三，不提醒还好，一提醒都去了。那玩意儿有容易有毒啊，到时候账号密码没了，或者是让人骗了，或者是沾上网赌了啊，这走上人生这个谷底了，这就没办法了啊，这就警告你了已经。不是福星的怎么？来个福星啊！这家伙，正在觅食。呀，我可以四重装战士，我没拿。哎呦我靠！三国现在我主要不知道谁当谁呀，我不知道三国到底谁猛啊。三国啊，正在觅食。这波升级吧。打连胜吧，三国，三国就打连胜吧。猴直接给个日炎，前期打连胜。我拿三个一块的，你也三国呀？不是吧？你换一个呗，行不行？我都玩了，这赢不了，我靠！哎，有戏，完了，能扎死不？哎呀，我操你哥了！真膈应啊，这盖伦啊，真膈应啊！这连胜没打出来，我的天哪！卡特，我感觉给点蓝量装备就行，给两件蓝量装备，然后再来个水银啥的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福星吗？这是？哇，福星！福星，俺们肯定是能打得过的。是不得先来个正义之手，你们觉得？还是来个龙刀？赵信谁？你确定赵信能谁得了吗？
赵信 C 要啥装备？我没见过赵信 C 的呢，我要见过还行，我给你玩一把。我没见过，我也不知道咋玩啊，这个。完了，没有能拿的东西，拿个赵信吧。科技枪、蓝 buff、水银。我准备好了。三国最牛逼的是吕布，然后是赵云，拿黄子谁呀？你按三国给我排名英雄啊？上有装备的没 buff 啊，这有装备的，有装备的底下没三国 buff。我先给猴上个装备。哎，我真的我就玩了三国，我就前期很少连胜过，不好赢，很难连胜。他们的盖伦都有春哥，我们的盖伦没春哥，一整就掉点血，一整就掉点血，然后一输一赢，一输一赢，就这样式的。我决定把这猴卖了。这波得赢啊，这波不赢可不行啊。我上俩盖伦吧。蓝 buff 了，根本就赢不了，真的根本就赢不了，好难啊，好难赢。打野赢了没用，打野赢了有用，打野也可以，只要赢了就有用。好垃圾哦。我决定把这赵信撇了。这波给个卡特。快点给个卡特，这神射手我也拿不了啊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咋整？没卡特啊，地呀、哦。三国要是不赢可难受了呀。确不确定赵信谁？还是卡特谁？整俩日炎？我觉得行。既然非得要赵信谁，我就给你整俩日炎。这么多血地啥，那得赢啊，这跟血没有关系，得赢，你明白吧？这阵容就得赢，这阵容不赢就是垃圾。
日炎联盟。两日炎。这不赢了吗？我打个废物还不赢，我打个福星我再不赢我就不玩了，我打个福娃还不赢喽。打了个那应该是整场最垃圾的人，没有之一。他退了，一胜一败。他是升级呀、还是第呀？我第一下吧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不给英雄啊。我现在得有要卡特，我没有卡特不行。我没有卡特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虚区。打个符娃还赢不了吗？这把可以，太垃圾了，真太垃圾了！打个符娃打成这样，你说？我决定拿个赵信，抢福星的猪。我一开始有这种想法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好像没什么用。你们说这三国六个三国到底是不要包女儿还是不要魏？九三国没有铲子，有点难搞，不好弄。不要包女儿啊！那我先把包女儿撇一只。呀，这卡特俩正一只手，可猛了呀！包女儿来了，本来呀，刚才包女儿不卖，包女儿也二了。卡特呢？卡特在哪里呀？卡特，卡特琳娜呢？
你九三国不得有铲子吗？没有铲子咋弄九三国呀？包女儿好像也得要啊，这瑞文，我这包女儿啪一个扎，直接把他扎死了，差点。感觉胃可以不要，我们别要胃了吧。哎，不应该合装备的，这波应该等一等。你敢不敢给个女神之泪？你敢给我就敢合这玩意儿了，我看你敢不敢给。看来他不敢给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到底是生还是不生？是生还是地？先地他两下。哎，好像可以地啊、哦！以这种质量来讲，我们还是可以地的。再地一个赵信出来，可以啊。高盛文员，出击！不要。我决定给卡特来个法爆。卖赵信啥意思？我乐意，不行吗？我就知道他还能来。赵三哥怎么样？我乐意，你管着吗？卡特琳娜错了，喊错了啊，喊阿卡丽，阿卡丽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我包女是不满了？我包女都满了，放这儿了啊。我不行，我这把来三个日炎，哼，哎呀，哎，我发现这卡特呀，好像得还是得要个水银。我这是攒满的包女儿吗？我操！我上错了，买也错了。我那攒满的包女儿没卖，不是没留下。哎呀，卖错了，这家伙。这是一场血战呢。来，让我们转一手。哎呦我操，这是谁？这是米莎呀。先拿个拳套，
装备给赵信早就捅完了，不是那给赵信给啥呀？没东西给呀，给法爆赵信呢？给法爆正义之手。这不也得有能给他的装备吗？没有给他的呀，那咋整啊？希望最后一下可以给我报一个铲子，希望可以给我报个铲子。科技枪，我也没大件呢，科技枪。龙爪泰坦科技枪，那你不得有吗？那拿嘴拿呀，装备呀，兄弟。哇，这卡特，我觉得还是前排不够硬，你知道吧？给卡特无法创造虚区的环境，前排还是不够用。正在觅食。交给我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下播。别给我来黄子儿，听见没？我不要。哎，还行，他把小法师杀了。包女儿，给我扎死这个大树，给我扎他！我操，这露露，给我扎他！简直是耻辱，你让人给 A 死了，我的天哪！那露露咋删了呢？哎呀，这家伙这阿卡丽咱不要了。哎，咱不有这玩意儿弄的吗？包女儿先撇一只啊！如果这波没给我爆铲，我就把这包女儿卖了。我们上个鲶鱼，下波如果赢了，我们直接起飞。你们说呀，刚想问你们说，你们说给水银给无尽。交给我了，红娃先给我下一个。我也觉得给水银吧，给水银能好一点，给水银不怕控制。你这不给水银，这卡特哪能行啊？这就是这放技能也太他妈慢了，那人都死光了，他再放一个，不对呀，上把那卡特放技能不这样式的呀。这福娃还能不能赢一把？福娃，别给我来赵信了，我不要。对，给点三星英雄，那两个憋这么半天，操了。
这波能不能赢？把花杆蝎给我杀了，给我套他，动！卡特硬生生把那个给 A 死了，我操！兄弟们，我这波要能赢，我直接起飞，给我把米沙亚给我杀了，给我转起来！兄弟们，我起飞了，我让你们看看啊，福星给多少东西，一定有妮蔻这一波。这波一定有妮蔻了。哎呦我操，来了呀，哎呀这啥也没有啊，这给的这都啥呀，这是看来这福星的人不行，换一个，这不够幸运。这不够幸运啊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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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羊刀卡特，赵信，赵信吧，赵信，赵信有可能两个就都升三了，你知道吧？拿赵信吧，黄鸡呀、啊，哪有黄鸡？没黄鸡呀，刚才拿卡特删了，不过我觉得应该也快删。你看我就说啥来着，这两个指定都能删，你看着没有？来 Come on baby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， 等一会儿，不要着急，差一点点，我的卡特三，我的赵信三，卡特到底还是他妈让狼人给克了，哎呀，到底还是让狼人给克了呀，这拿两个福星，哎呦啊，这么幸运吗？换个安妮儿吧，赵信呢，拿下！差个老母鸡！换位置，哎呦我操，赵信一个 R 打1700多，你俩别杀这个杀那个呀，哎呦我原地旋转，不是吧大哥，妈呀，这么多三星打不过人，你丢不丢人呢，你说呀，真丢人呢，这看看啊，咱们不行站斜角吧，这波我估计要打着这老头了，我们来这儿吧，
赵信放右边，卡特放左边。我不，我赵信放左边，卡特放右边，这样。符娃肯定得换，等一会儿的吧。这不没找着阿卡丽呢吗？一会儿有了给他换了。这个给谁呢？这个给盖伦吧，一会儿给赵信再选一件。别地了。老母狙好像不容易死吧？哦，老母狙还容易死，给老母狙好了哈，给我冻住他！赵信呢？信哥，给我塞起来，信哥！唰唰唰唰唰唰唰！我这安妮儿就不应该给他合的，我合他干啥呀？我像有病似的。要给钱了，一块钱，我套你猴子，给我一块钱。这波我估计要打滑板鞋了，俺们往左边站点，好吧。你看，我就知道要打这小子，直接贴近后排。哎，这边打卡特，卡特给我转，转慢了，漂亮，剩个劲夫。哎呦，我难道三国要吃鸡了？不敢担呐，这不敢担呐。还有一个呢，搁哪呢？我们上营口上个阿卡丽啊，这波肯定打这小子了，把滑板鞋一杀，他七个猩红之月，他没有老头儿，一会儿要是有老头，把老头拿了啊。把老头拿了，一定不能让他九星红了。先把滑板鞋杀了。这卡特平 A 打人也挺疼啊，他把那滑板鞋给 A 死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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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就是三国的质量吗？哎呦我爱了爱了。一二三四五个三星。有没有老头？把老头给他拿了。完了，这小子能拿老头了，快点拿老头啊！把老头给他拿了。嗨呀，龙爪没了，龙爪没了，拿水银吧，给赵信一个水银。你们说上刺客呀，还是上凯隐呢？
双刺客拥有30%的暴击伤害。呀，这不傻逼了吗？上个劫有什么用呢？追！哎呦我狼人复活甲，再追！包女漏了，包女有啥用啊？不要包女了，包女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个屁了。这咋这么多五费英雄呢？随便挑一个，点兵点将，点到谁我就选谁。还是这个，这俩撇了。拽！哎呦我操！这卡特琳娜不行啊，这起飞。这个九星红怎么样啊？上个瞎子吧，上瞎子，他这个加里奥就怕瞎子，我跟你们说，上个瞎子。加里奥对付这种加里奥就得要瞎子，差1块钱，哎，吐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小瞎子，来陪我玩玩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有没有二星的瞎子？我操了，我递了这么多，我一个升到二的都没有。这给谁呢？给瞎子吧，这瞎子能快点踢出来。直接踢飞，看到吗？直接踹飞。派克升了，派克感觉肯定是没有这阿卡丽狠呢，派克那就不要了。他滑板鞋删了，我们把他滑板鞋杀了啊。先上瞎子，打不过咱再上派克啊。先杀他滑板鞋。瞎子往后点。老母狙放左边。卡德上，先把滑板鞋杀了。对，哎，先杀滑板鞋，动。卡特空大了，好像他打不过我，我这太狠了，我这他根本他就打不过我，我这他打不动他都。像安妮儿那能行吗？我的幸运之子福娃，安妮儿，姐的，拿下。